也现在比赛开始，右边黄伟霆，左边是我们的那个高雄代表小屁孩永哲。哎呀，这第一个球打得很随便。如此来，如此来。对，这个态度对 A 组来讲，我们有待修正。这个陈永哲这球也放得很随便，可能要付出代价。哇，这个看样子是在练球状态。我现在两个人是这个练球的模式，一般教练也蛮常用的，前场后场，然后再换左边右边，再来绑个鞋带。对对对，这个是一个很 casual 轻松写意的比赛。因为刚刚都没有绑紧，所以都不怎么绑。而且现在右边绑完，还有左边，很明显刚刚没有真正热身，现在才偷偷绑鞋带。好，来了。你看那个 Tina 的袜子也是大有来头啊，那个泰坦的袜子厚到一个夸张，我也是穿这种袜子。台湾会有这种的，很少在放吧。3-0，我现在比数来到3-0。不过 Tina 的球质量不怎么好。哦，看起来这个 Tina 还没有在状态里面呢，几乎都是失误送分。永哲现在看起来连一滴汗都还没有流。哦，这个球打得漂亮。其实大安的这个场地左右的侧墙的摩擦力比较不一样，如果你被打 cross 很容易就来不及。其实我觉得声音听起来也不是很舒服。对啊，声音就是很像那个小便卡蛋一样，啪啪啪啪啪。哇，这个球其实永哲已经抓到了，但是没有放进。现在现场有点吵，因为有一群疯狂妈妈在跳有氧，好像是嘉年华的感觉。哇，这个球有点运气。哇，这个 hold 得很漂亮，可是救回来。哇，这个勾得蛮厉害的啊。这个 stroke， 我现在 Tina 终于拿到一分了。4-4，其实他已经拿了很多分了。这个几乎是来不及了。说呗，5-4，等会他真的没得练。哦，这有点偏刀，不过这应该是个 stroke。来个 stroke， 黄伟霆，6-4。Harry 赞助，是 Harry 的衣服。Harry 赞助。又来一个，又是一个 stroke， 这个人是一个 stroke 的大赛啊。7-4。哇，这个极限打得漂亮。哎呀，这个自己 stroke 加失误就连续送了5分吧，从4-3、4-4到现在8-4。跟 stroke 的。刚刚比赛最后倒数第二球，那个球我觉得很像没进。就是你不是说发球没有进吗？我觉得很像没进，可是我看不出来啊，真的。我那时候原本想说，可是他们两个比对。对，然后我想说，来真的，我那时候想 repeat 没进，我真的是不是我瞎了？干奇怪，我看那个球还没有进，就是刚好压在线上，对不对？回去的时候我要求。Video replay， 好好好，比赛结束怎么 replay 都没关系，那很关键，那就什么啊？他觉得有进，我瞎了。你说发球那球？对，就我发出去，我想说，好像没有进。我就举手，然后你不是举？对，然后我回头看了，我想啊，怎么？Tina 跟那个玉鑫都比进啊？不是 ，Tina 跟那个。一三，他们两个比 good。那我回去的时候 video replay。那么他们也是帮我剪影片，他们一定不会 replay 这个秀。好，我那时候想要看，怎么去年看他们怎么比进，算了，我闷着头，不知道去。8-10 ，sorry 啦。这球我觉得没有勒，应该是一个 winner 太低了。我现在8-10，这球打得很漂亮。
哎呀，是选的其实是对的，因为看到永哲直接往那个 backhand 的小球跑，对。现在我要九比十，这个球可能要继续哦，十比十喽。哇，好，这个 PSA 等级的 kill 啊！哈哈。这个很厉害，这个你不是现在也会打这种球？可是其实我觉得很容易被，就是你们坏话，其实很快就会。但是有压力啊，但有压力跟打逆，就是。我觉得我们好像一半都没在讲。不会，这样已经很够。他后来再回来上海工作，他根本没有回来台湾。他说他早在，他说好像是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工作，他就在上海。他说他们早在那一批从华侨回来的，早就发现就是台湾也没球，他们很早就觉得不要留在台湾。我觉得那个蛮残酷的，就现在的人以为台湾没救是这几年的事。我们可以再公开讲这事情。现在要回到球赛，现在第二局比赛开始。第一分永哲拿下来，哇，这个球打得漂亮。永哲现在好像在高雄也没有什么在练球，因为他读高一大吧，应该是蛮忙的。非常深的一个陈柏浩球。哇，哎呀，这个球怎么换到正手打呢？又是一个失误。3-1，这个有点像第一局开局的时候的这个模式。我们那边还有一个人是谁？黄亮。啊，对。你有没有跟他打？没有，没打过。是啊。3-2，应该。2-3，我还有跟他打。上个月在新武派，这个其实是个机会球，不过可惜永哲刚没有 finish 掉，非常对，非常很贴的球，但是有机会球的，对，3-3，然后永哲看起来有一点点累了，感觉他衣服还是没怎么湿啊，哦，这个球打得蛮漂亮，哦，这个够什么水准啊，深。哎呀，又是一个失误。这永哲的特色就是他蛮喜欢打这种很奇怪的小球，进的是有杀伤力，但是失误率很高。这不应该等。哎呀，陈柏浩，来到4-4。4-4，已经宜轩不是有打吗？他没有来，没有来。有啦，有，应该他们那边还没打。另外一组。哇！哎呀，丽娜其实这球已经到位了，可是拍子控制比较没有好。现在又回到第一局的比分了。是机会球。啊！打出来。好球。打中下。哇，这救得蛮漂亮的。Right side。哎呀，真不好打球，发球。我突然觉得我不应该发那个宣传短片。不会啊，一个 out。剪刀6-5。你那个后置蛮屌的，是自己剪的。这真的蛮厉害的。其实剪应该蛮好。可是我研究很久的事。你是用影片编辑的那个、啊？没有，我就用 iMovie。哦 ，iMovie 啊。7-5。iMovie， 苹果的。对啊。其实我觉得 iMovie 就蛮好用，蛮。它是什么编辑苹果自己格式的那个 iMovie 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它的档案格式啊。你可以传，大家都可以看。可以输出什么？它在电脑上。在电脑上，我用电脑。是啊。我想说，那你学校好的不教，教这些有的没的。可是，那你这样实际录那个影片的时间是多少？其实很短，我跟小卢就录个半个小时。这蛮厉害的。7-7。你是用 iPhone 啊？嗯，我买新的 i7。是啊。还蛮爽的。没有，好球。哎呀。6-6，开始进入比赛模式了。哎呦，这个水准 clarity 出来喽！好球！哎呦，这个球，
这个球应该蛮伤脚的哦。哇，干，有没有这么硬啊？哇，这球 taxi 啦！哇，这个永哲这个 backhand 的直线打得很漂亮，听他完全没想到他可以打这么深。那永哲被小看了。左边发球啦。哎呀，非常深的一个后场球。9-7，现在永哲第二局9-7追回来喽，有可能可以拿下来。7-6。哇，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backhand 直线，哇，要死了，哦，来不及。看这两个选手在那个 backhand 的反手派的后场的较劲级非常的多，很多球都是纯粹在比深的。但大家也看到那个鞋子很有用，深度打出来，对手几乎来不及。8-7，现在比数10-8了，永哲的局点。哎呀，那个 Tina 这个失误蛮要命的。现在那个第三局，永哲来了，换了一件衣服，所以刚刚还是有流汗的。他脸看起来很爽的样子。11-9，11-8的样子。哇，这个球打得漂亮。哇，这个球 ，Tina 的那个标准 pose。哇，这有点埃及的 Egyptian shot。哇哇！第一球的 quality 非常的高，看起来第三局两个人真正完全 on fire。哇，这个球勾的蛮好。哎呀，我觉得有点像是打蟑螂的声音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蛮接近的。好多蟑螂。我觉得刚刚这个失误蛮可惜的，这样的down的声音很像。拜。动手机上的down的声音很像。昨天来刚来判裁判，靠，这个到底是down还是？哇，这个球蛮可惜的，杀得很低。好，比赛开始。1-2。哇，1-0。有点像 Nicole David 现在捶墙壁也是这个气势，也可能有学到精髓。看 Nicole David 以前不会一直拍墙壁。谁 ？Nicole David 啊。他会，他就还讲。对啊。打，然后就讲。招牌。哇，这个球很低啊。Tina 追到吗？来不及啊。有追到了。可能如果来一个飞扑，应该会来得及。Tina 可能也是。扑完可能就回不来了。3-3。哇，这个小球放的蛮隐秘的，但是速度不够。哇，这个打了一个 Nick。4-2。现在第三局，永哲看起来是占了一点上风，体力应该是比较多。6-3。这个球机会球。哇，听到这个球有点随便，但是也算是合理啊。哇，好球，好球！这个。Tina 知道很多机会，然后最后再很好的对啊，这个球打得很漂亮，非常的低，不错。你们先站一下，哎呀，没有，这个球是对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个球有点弹不太出来，弹不出来，这可能只能打一个后玻璃弹到前墙球，因为觉得有点位置看起来是不太能弹出来。他其实打得蛮漂亮的，不过裁判觉得应该是有机会的吧。所以打壁球演戏好球，真的，真的。4-4，记得打不到也要演得像自己打得到，还要很生气哦。这个我就是高手中的高手，要很会演戏。5-4，现在比分来到5-4，还是很接近。
漂亮，这个球回得好，找到一个机会啊，小球不够太出来了，对啊，哇这球可惜啊，哎呀，永哲选对了，可惜蒂娜没有放进，其实他看到那个永哲要放短球的企图，那个反手的小球蒂娜其实失误了至少四分吧，哇等又来了，又是这一样的 pattern、哎、但是这次永哲先失误了，这次 A 组的比赛其实蛮激烈的， Tina 看起来有点累，有一点看起来应该是有点累哦，这个因为疲劳所以先放了一个不好的小球，所以被攻击8-3 7-5，啊这个才出来，这个 Q 不是很好的哦，其实有点接近 stroke， 球打得很中间。哇哦，两个跨离都很高，机会球 stroke。黄伟霆先到。我这个换人类了。9-3，那个镜头没有 take 到的那个永哲在左下角偷绑鞋带。没错，这是壁球的爱招。对对对对，第一局 Tina 一开始就用了，在最后局末的时候，永哲也用了一次。好像永哲衣服也蛮湿的哦。哦，好球啊！哇，这个球打得也不错。10-3。哇。Next ball。哇。哦，快！哇，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啊，轻松协议，聪明，轻松协议，这个人往前面跑，球往后面跑，10-3，看来Tina有点累，对，那这个可能要拼球了，啊，out，哇呀，7-8，那这个看起来就很危险喽，Tina还是有机会哦。看Tina的肢体动作应该是蛮累的，哇呀，这个果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，招牌没进了，对，进了其实可以看永哲跑错边了，哇，抓到了，哇，这个有点像 Nick Matthew 一样，嗯，Nick Matthew 4-5岁应该就是这个水准。这个 boss， 哎，哇，抓塞啦，来不及了，这球太可惜了。finish 的。厉害死了 ，Rice。干嘛一大早打球员这么痛苦？你终于知道我们刚刚在里面有多痛苦了哈。都在跟意志力奋战。我想说，我现在到底是没事吧？